Thank you.
帮我们点个关注，加个红心。我告诉你，做人要厚道，不能昧着良心说话，不能因为几千块钱就把自己的良心给丢了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公道自在人心。小潘，今天这个公道我还给你，我这里有10000块钱，你拿着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用再来了。小潘，我们走。